现在已经快六点钟了，天都快黑了，粉还没有卖完。今天我逛了一整天，卖的跟昨天差不多，但是今天订的粉比昨天的多，所以就没有卖完。我看了天气预报，明后天都有雨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粉只能留给我干了。下次出摊要记得看天气预报了。拜拜，回家了。